迎来到华康智饮的智慧餐饮解决方案主题馆，这里结合温馨氛围和智慧互动科技，带你体验最新自助又有趣的用餐体验。让我们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有多好玩吧。威巴科技推出最新的云端点餐系统，那顾客呢可以透过 QR Code 呢扫描以后呢和店家呢互动进行点餐。我们针对呢不使用智能手机的顾客呢推出了 AI 的点餐，那 AI 点餐的部分呢和他用台语呢一样可以沟通。大家好，我这边是住宿餐饮 POS。 那住宿餐饮的话呢主要是做 POS 系统，但是我们今天的话也会有自己的云端数据资料库。那云端数据资料库的部分的话，数字是死的，但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我们会导入杜杜的 AI Dashboard， 这个部分呢可以帮他从营收去做一个小有效率的分析。华康智云能源管理系统与零售业具备了三大特色。特色一，我们导入了数位双生联动的天候以及人流的多项因子，动态控制我们的空调冷冻冷藏，提供我们阶层式的告警机制，让管理可以及时收到用电或设备的异常。华康智云持续协助零售业节能减碳以及永续经营之策略方针。如果你对字典霸也感兴趣的话，欢迎来到华康智云这边，开启你的智慧点餐新生活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